一只老鹰叫 Eagle， 两只哦，两只。还有，老鹰很热，怎么样？热哥。啊，老鹰很冷哎、欸，冰哥。老鹰觉得很烦，够了没？直接来一个快很准的。你们知道咖喱的妈妈是谁吗？咖喱拌饭，咖喱拌饭。不是，不是哦，咖喱控，咖喱娘。咖喱娘，咖喱娘。又是要找这种人，不错啊，不错不错。换我，我这个有一点点红色。好，如果李小龙是女生的话，她会变什么？小龙女不是，我看你陈小龙，她会变小笼包。渔夫的包哦。对，我知道。It's your turn。 小美就问小明说，小明你爱我吗？小明说爱你啊。小美就说，那你可以为我而死吗？小明就这样啊。这么好笑啊，这个很老耶、欸、会吗？你有听过吗？早听过，我们下一轮再说。我这个也有点偏黄，最起码我就吃到超爱。就是这次考试啊。考试啊，蛮简单的，但小明还是觉得很硬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考到了他没有写到的题目，不是因为小美裸考，是怎样啦？不要穿衣服考试，哈哈哈哈哈！我这也很黄，衣服都是有颜色的，喜欢米妮约炮，米妮，我还没讲完。讲一次爆就好好笑。你约炮会变什么？你是那个 Mickey Mouse 的？对， Mickey Mouse 的。不知道哎、欸，他会变松鼠。我真的太疯了。没有，是说他的皮肤很蓬松。对，好。你知道朱丽金是一个歌手吧？对，超。嗯，那他吃饱的话，他会变什么？宝丽金。宝丽金加牙清洁定。咖喱蛙，想清洁呀！这个笑话是我自己发明，你自己发明的。对，有一天有人叫前进，有人叫后进，前进跟后进，他们在比阿丘。那你知道谁赢了吗？后进，为什么？因为后进很强。为什么会被破解？这个很烂啊！哎，水准去哪里了？哎，我讲给我粉丝听，都笑爆哎！因为是你粉丝啊，在捧场你啊，这个很烂啊！这个很强，你知道哪一种果汁的名字最长吗？美女兔兔，那是珍珠奶茶。不是，是鼠牛糊涂龙蛇马羊猴鸡狗猪。你有没有觉得好吃？我听过，这一道都偏弱，你要加把劲。保密。你们知道 Candy Crush 是什么样的游戏？益智游戏。不是，对，武藤游戏。什么意思？有糖游戏。武藤游戏。黑龙都有点吵。错错错，连三错。一只老鹰叫 Eagle， 两只哦，两只。我跟你讲，还有，老鹰很热，怎么样？热哥。还有老鹰很冷哎、欸，冰哥。还有老鹰游泳，水哥。还有什么好笑的？老鹰打字叫什么？咕咕。老鹰觉得很烦，够了没？有31个笑话哎、欸、我都不知道，我就抓到两个。等一下到这边我要留一些下次讲。我问你，从前有一群中国人，他们都没有吃饭一个礼拜，那你知道他们获得了什么能力吗？我好像知道，功夫。功夫，对， Chinese 功夫。Chinese 功夫。哦，这个好笑吗？这个好笑，因为我猜到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也猜到他的。三国里面，你们知道谁的绰号叫啄木鸟？啄木鸟，诸葛亮吗？刘备，张飞，不是，曹操，关羽，不是。我要公布答案啊，董卓。他董卓，这个还不错，这个还不错。最后绕喽，来，这次也是偏黄。你们应该知道 BigBang 这个团体，知道。有一天啊 ，GD 就跟他女朋友出去约会，走在路上，他女朋友就说：“哎、欸，太阳好大。”GD 就生气了。我听过了。OK， 没关系，换你。请问 ，Oh my God 是动词、形容词还是名词？是谓词。对 ，Oh my God， 我雪碧了，你怎么知道？那Oh my God， 你雪碧了，谓词。哪一个汽车品牌最美种 ？Toyota。错，清楚。错，你上。对，什么？你上。啊，所以是你先上，你上。
讲是不是要再追加一 round？ 我觉得我们要再一 round。真的最后一 round 了，我觉得你刚那个笑话真是母牛迁到南极，母牛迁到南极，牛逼到极点，牛逼到极点，哎、欸，这不是好笑哎，我觉得蛮好笑的、啊，牛逼到极点。好问我，小明考试的时候不会写答案，他就赶快求救小华，说快小华小华，这五题的答案是什么？只见小华快速的指了五个女同学 ，B B C 猪 A， 中国大小林早上起床会变成哪个艺人？陈柏霖。那如果是一个蜜蜂，它很高龄，高龄蜂，高龄蜂，讲出来了，你要说很老的蜜蜂。